我们看这一题，靠你解这个不等式啊。我们先将哈、哦、这个方程式等于零哈、哦，这个零点把它找出来。哦，这个零点的话呢，叫 x 哈、哦、等于多少？等于二 a 分之负 b 嘛，就是 a 分之负二分之 b，a 是一嘛，负二分之 b 的话就是二，加减根号多少呢？二分之 b 平方就是负二的平方是四嘛，减 ac 加一，哦，所以这是等于二加减根号，也就这个多项式啊，可以因式分解成多少呢 ？x 减掉多少？减掉这个是二加根号，啊乘以多少啊 ？x 呢减掉二减根号。哦，这如果等于零的话，它就有这两个根嘛。哦，不过这是大于。好，那我就把这两个零点把它画出来。哦，这是二减根号，这是二加根号。哦，那你 x 带比二加根号五大的话，这个就正的。哦，这是负的，这正的。它是大于零嘛，所以 x 哈、哦。要大于多少？大于这个值，二加根号，或者 x 啊，或者哈 x 哈，它是小于多少？二减根号 ，x 小于二减根号。